前阵子我们在频道上分享了一部逐格动画，那么今天就来和大家聊聊如何制作简单趣味的逐格动画，一起来了解吧。今天要来分享我们制作逐格动画的流程。以这幅作品为例，想运用逐格动画结合虚实互动，仿佛带你深入其境，回到夏季彩龙眼的农村生活，借由伸手从画里拿出物件，让人有走入画作亲历现场的感受。第一步，建构故事与分镜画面，将故事画面画出来，思考要选取哪些物件与手做互动。第二步，拍摄照片，连续拍照片，每张照片之间做少量移动，即可创造出连续感。如果需要透明的背景，可以在后方放上绿幕拍摄，接着进到电脑去背后，再与画作合成。第三步，制作动画，建议可以先录制口白，配置动画时间，可以使用 AE、PR、PS 或是威力导演等软体来制作。第四步，搭配音效及音乐，增添临场感以及趣味性。那么一部逐格动画就完成啦，看完以上的教学，试着完成一部逐格动画吧。影片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赏。喜欢这支影片，欢迎分享，也记得按赞追踪粉丝专页，不错过最新影片哦。拜拜。